表扬表扬你，干嘛？你刚出门记得拔插头了，我上次说你一次你就记得了。原来在他这里，记得拔插头这种小事也可以得到他的认同。怎么样？嗯，好吃。我试一下。超咸，我好笨呐、你忘了吗？你上次煮这个粥，你忘记放盐。你这次起码放了，有味道了，有进步，这是好事啊，真的好喝。原来努力做出尝试也是会被认同的。香香，感觉我现在不适合这种很粉嫩的衣服，我还穿了吧？不不不，你这件穿起来很有活力，相信我，真的很好看。不是，我感觉最近我年纪大了，然后又经常熬夜，脸又黄又垮，然后看还多了几条皱纹。没有的，是啊，你现在很年轻，你等我一下。试下这个自然堂小紫瓶，它能抗老同时促生胶原，让你的皮肤状态更加稳定健康。它里面的喜墨因成分呢，腺上腺护理很强的，能让你皮肤更饱满细嫩，提升皮肤的光泽感。试试。嗯，很清爽，一点都不黏腻，而且吸收也很快。抗老选它就对了，你今天就穿这件衣服。偶尔容貌焦虑的时候，它的认同还能给到我很多很多的自信。今晚它睡我们中间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让他去中间给他盖个被子好不好？好的。原来偶尔的幼稚也是可以得到他的认同的。